遵循我们今天晚上去看电影好不好不行我的父母今天晚上 eating ya 我跟他们一起吃完饭你们今天中吃饭平常 我们六点到七点钟吃饭，好吧？你吃饭以后，我们去看一部九点钟以前的片子，好不好？很好，一会儿见。Ahora, 我们今天晚上。 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的父母今天晚上一定要我跟他们一起吃晚饭。 你们几点钟吃饭？平常我们六点到七点钟吃饭。好吧，你吃饭以后，我们去看。 一部九点钟以前的片子，好不好？很好，一会儿见。